两任都是陈意涵牵线，女星沾阮经天毁婚导演。回溯到今年一月中，其实也早有资深线民向本刊透露，直击阮经天车上载住一名小有娇味的女星，从台北市东区的街头呼啸而过。如今对照看来，一样是阮经天的车，车上该女正是李佳颖无误。阮经天跟李佳颖这对组合，其实在圈内已经传了好一阵子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明明阮经天跟马志祥算是相熟，而且还一同合作过电影《囧男孩》，没想到事隔多年，阮经天却沾上了马志祥的旧爱。而且根据知情人士的线报，其中还是陈慕寒牵的线。